好，我们现在来分析这礼拜的双周副本无名这张卡片。而且我觉得这张卡跟上礼拜的春香实用性差很多，因为它的主动技能是攻击三倍，场上有冻结腐蚀的时候攻击力会提升至六倍，所以呢它一定是要配合就是这个条件，触发条件就是场上有冻结腐蚀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嘛。不然如果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话，那就不需要这张卡啦，因为只有自身攻击力三倍实在是太低了，攻击力六倍也没多高啦，说真的随便带个冰花都比他好，而且他 CD 还8超级久，但是他的特色就是可以持续至没有消除水腐蚀，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蛮适合放在什么水系啊或者是不会断水珠的队伍里面，但是前提是你要场上要一直就是你要有那个冻结腐蚀啊，你要先遇到这个怪才有办法触发这个技能，这样子我觉得很烂欸，除非说未来遇到什么开场就给你什么冻结什么99回合之类的吧，不然根本就用不到这张卡啊。反正我觉得这张卡很烂，而且它 CD8 实在是太久了，然后增伤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水队有很多比它好用的卡，所以我觉得这张卡是不用刷的。好，谢谢大家，我们分析到这边结束了，不要再上电视了。